各位观众，我们来观战一把团长的速散之魂啊！哎，团长在不在我们直播间？啊，不在啊。中午看他的时候，他居然……我们来看吧，团长他说你不要看我。野人作曲先知古董商，好阵容。这个阵容好在哪里呢？好在速散前期节奏慢。当然，野人这个点，我觉得其实换成一个大副也可以，但不过大副的话有可能会被团长抓的。先看吧，先看吧，这局即便是你要抓先知也没那么好抓。这里过来直接找到野人，上来先打一刀，哎，侧边野人压根没想到啊，这老哥居然来找我了，哎，渣男，你看骗了野人的猪就走，老渣男了。这个开局很香，这个开局很香，因为这样的话野人待会儿他一定要找人补状态的，对吧？那就是等于说野人找人补状态，就等于野人修不了机子，他跟队友修不了机子，两个人修不了机子。哎，看你下猪了，哇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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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这个哟，打的真是细啊，这打得好啊，这波。但是他抓野人其实我觉得不是特别好，他这不过他抓古董商也不好抓啊。嗯，这边的话野人要不要一只鸟呢？要了一只鸟。要了一只鸟的话拖出野人上猪，野人上猪以后那只能丢伞再走。这刀打中没有用的，你第二刀打不中的。我觉得这波追野人，他其实再扎一波我觉得可以。打中了，开一个吸魂还真给他打中了。但抓野人始终不是一个好选择呀。摇铃摇到，好，这边还得骗，还得骗他。这波摇铃摇到是可以直接过来打的。整个击倒的对于求者来讲是一个能接受的一个击倒，因为他们抓了一个野人，这个野人救下来骑一只猪，骑上了你速散就崩了，兄弟，你只能是打求者救不下来。当然求者现在是有可能救不下来的，对吧？打一刀摇个铃，或者说打一刀丢个伞，一棍四秒止戈，两棍，哎，八秒钟，一个摇铃，那拦一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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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丢伞变一波白？有飞轮吗？捞下来了，哎呀，完了，这波捞下来，团长炸裂，追野人，啊，胆子大，追野人，好，你喜欢追野人。是不是你喜欢追野人？野人说来呀，追我呀，你不是喜欢杀猪吗？把自己杀崩了，崩了这就打野人，就赌一波求者救不下来，救下来了就崩了，或者说救下来了打针对也还行，但救下来了骑上猪了就崩了，那又要开始千辛万苦的一个控场了。当然打到现在这个局面呢，你说求者赢并没有，因为这套阵容求生者打到开门战的时候，他们的一个牵制力 不稳定的，或者说不够的。你先知没有鸟不行吧，作曲家一波加速嘛，看情况了。野人你还得看有没有猪，古董商的棍子呢基本上已经被消耗了。好，这边找到古董商，但这个摇铃没摇到，这个摇铃摇到把这古董商抬了也行。这边丢伞过来变黑，古董商啊变白，古董商这边走，先知起机子，一棍子打开，四秒止戈，古董上已经没棍子了，这边还不能交货。这刀，哎呦我去，砸头了，难受啊！他应该是要准备插眼了，他应该是要准备插眼了，我觉得。那边在补状态，找到了野人。要知道这野人手里面还有个薄命呢，
开门战求者给你拉扯，拉扯到你挽留结束。这边机子差的不多了，开西魂找先知野人，这边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就行。可惜这边是个慢番，慢番的话呢，打出了一个上挂点，野人可以来救人啊，野人可以来救人，有搏命的。哎，野人在你面前跳舞，但是素伞这边有一个什么好呢？他挂这张椅子是在门边的，所以说他可以挂完人以后顺势去干嘛呢？三眼封门。哎，救你爱救怎么救怎么救吧，行，救救救救救，随你救。野人。打一刀打中野人，这边先知还能吸火鸟，哎，这先知有点狠的，当着你的面拔眼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？当面拔眼，快走！那边野人压着，还是杀猪有点难啊。这边的话他回头来找古董商，古董商那边板子拍掉，古董商手里面有一个护臂一个飞轮，跳开回头。有人说这两兄弟一起在小门出现不应该呀，这你们两个人一起出现在小门，这不一个摇铃先抬一个啊。哎，这没打到啊，哦，打到了，打到这边下个野，丢伞找野人。野人上猪，先知这边教自己时间有点久的，一刀先打下来。捕眼压住，我觉得游戏打到这边呢还比较难说，但是团长多抓肯定是没了啊，团长多抓肯定是没了，因为他们这边门已经开掉一边了。然后这个野人是二挂，我派一个什么呢？派一个作曲家压着，派一个作曲家压着，你最多就留我这个压着作曲家了，你这边管不住两边的。但是三个人冲门不好说啊，飞轮摇铃，哎呦，三个人冲门，三个人冲门，这波伞如果丢的好一点，有没有机会再留啊？好像也只能再留一个了。平局，